就是廣州都幾出名的陳家祠，是很久歷史的。這裡是前面的廣場，這座牌樓就叫做古祠樓坊。對出條大馬路叫做中山七路，好多公共巴士經過，所以交通好方便嘅。仲有嗱，呢座綠色頂呢座咧，就係地鐵站嘅入口，叫陳家祠站。搭地鐵一號線就會嚟到噶啦，又係好方便。當然啦，有地下鐵路，梗有高樓大廈。啲地產商唔會執輸嘅。